我叫关海，作为新入公司来观察 TFBOYS 成长的我，任务只有一个，给你们写出我的 TFBOYS 观察。12月18日一大早 ，TFBOYS 便来到了声乐老师这里进行最后的歌曲定调和训练。因为下午三人又将前往南京录制其他综艺节目，所以三个人都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协调出更多的训练时间。不过在如此密集的时间安排下，依然能从三人的各种行为看到他们的迷之欢乐。继续伤吗？我操！我操！操！我操！哎呦我呀！我加工资，我加工资。来到南京，倒也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这边粉丝的热情。不过看着车窗外的你们挤着坐在这样的车上，三人不止一次地说出太危险这样的话语，所以为了不让三人担心，这里我也替三人呼吁一下，这样危险的追车行为可真的不可取哦。对于南京的印象，千玺却是这样说的：“南京就是北京，北边的南京，不是南边的北京。那为什么没有西京这种说法？西京被唐僧取了呀。”害羞了。你的眼睛在这儿，你看我在这儿。对。从采访、拍照、宣传片、彩排到正式录制节目，《最强大脑》这档综艺节目一天的拍摄都安排得非常满。这时候的 TFBOYS 在休息间隙做的却是……哎呦，抢我抢力！哇，你还真舍得扔自己手机啊！啊！当然还有这场旷世赛跑对决。
其实我刚才停了一下，知道吗？那么缺席赛跑的千玺，回到酒店后，或许明天即将回家的缘故，王源有些兴奋，或许又是我看到了传说中大家常说的王源醉奶。先卖个关子，待会儿再揭晓。逮住尾部，一拉，没拉好，哎呦喂，拉不出来，丢脸丢脸了。精髓没学到啊，原来。今晚来公司训练的王俊凯、王源，还有部分练习生和工作人员都聚在一起包饺子，因为今天是冬至。哎，师生，哎，师生。今天为什么都在这包饺子啊？因为你要吃啊。包饺子啊？为什么包饺子啊？因为今天是冬至啊。我知道光海，你这个日本人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包饺子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你跟在这包饺子？我就是包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们会一包吗？我看你们在这儿。这不是包了那么多了吗？还会一包？你觉得我这个包的不好吗？那你教我一个怎么包吧。啊、我你们都会包吗？嗯。就是你把，你先把那个先来，张给我。舌头伸出来啊！给张给我。然后我给你放点肉上去，来，煮好了再吃。他有没有包好？给我吃生馅的。你要拿这个那个面饼。他哥是那个什么结婚的那个叫什么家庭老男人型的。老男家庭老男肉不能加多了。嗯。家庭主妇型的老公，一看就是。不是这个怎么把它包出那种弧形？你不知道吗？强哥，你还没有包的好，就可以了。你这个。我也会，你这个我也会。其实这样就 OK 了。说明他不会。看，他会做包的，是吧？这是我包的。我刚没看，你这不是在手上？谁的肾又被挖掉了？当时我挖了，包了一个，然后再给你看。嗯。中度了，你还会包花？就是饺子本来就要这么包。我这个厚了，我厚两张就是，太厚了。应子姐，你在里面取筷子是不是？我以前可以看一下。我以前见过一个那个包饺子，就是是一个。来，这个就是王源的。这一按胖，哦，王俊凯的。就是那个速冻的。对，就不是，它就是一个饺子皮，然后把它放在上面，然后先填进去，一按胖，它就很胖。它是一个模子的那种。对，按一个模子按过来就 OK 了，就厚重。我就包这么一点肉。你这个是吃皮儿不吃肉。而与此同时，千玺也在北京帮我记录着北方冬至的情形。Hi everybody， 易烊千玺因为一个人在北京，所以关海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我的个人部分由我自己拍摄。然后呢，今天是冬至，所以我必须要去买饺子啦。啥？我没有。Hello。那个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，关海也在重庆，所以什么什么关海那个日记，然后我易烊千玺个人部分由我易烊千玺来拍摄完成。今天呢是冬至，所以我要带大家去买饺子，然后带大家煮饺子。So, let's go。烧水，你看，
刚刚超市买的饺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三八，不，三六一十八个，十八个饺子。十八，说明书上面要说，要时不时推动一下饺子，防止粘锅。你观看，它有一面是这样白的，然后你看这是白的，反过来就是这样熟的，但是它反过来就是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还要再等一会儿吗？关海不在了就是好，没人烦我。我告诉你，易烊千玺上树摘桑葚的技能是满点的。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后花园有个桑葚树，我们每天中午吃完饭睡完觉，就去那桑葚树上面爬到上面去摘桑葚，虽然挺高的，然后我们还拿那个扫把去扔那个桑葚，会掉下好多那种黑色紫色特别甜的。请不要拍我洗桑葚的过程。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易烊千玺是龙爪手，洗完之后保证这个是干净的。好，小王，来，起锅，有包子，水煮包子。来，这韩国的，你给我拿个碗给我那个。黄仁藏，已经不客气了。哎，刚才那个谁，他那个说好难吃，你录进去了哈。嗯。到时候一定要播出来。好。他敢说我们做的包子难吃，不，饺子难吃。包子给个特写，有一个。没有，我就让你闻一下，只是闻一下。好，哇，结果还是给了我。把碗。我炸了，还有不到课。你尝一个。我怎么样啊？是的，感觉很好吃。有料吗？这一个煮的可以吗？你没吃过？既然今天是圣诞夜，那么没有福利怎么行？想必以下几段视频也可以载入 TFBOYS 黑历史大集锦的吧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下次大家见不到光海之时，便是光海被 TFBOYS 群殴致死之日。那么开场便从王源醉奶开始吧。究竟何为王源醉奶呢？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每一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
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你是什么天？哦哦。看你不太顺眼，哦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哦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嘿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所有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斯坦尼康转起来，我的爱手就像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摇臂摇起来，对，摇，从上往下摇起来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角度，停住，滑轨滑过来，就是这个特写，看我这帅气的脸，滑回去，给一个大前景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摇臂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滑轨，全部带走。拉远，给一个大前景，很好，虚焦，移走，咔，不要以为清醒着的小凯和千玺就是失速的哦。哎呦我去！这个音乐叫做。叫做
爱叫他再等，一场你再继续缘分，他会遇到很好的男人。爱看着你的头，让你烫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冷落，好难过。你算什么男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，是有多天真就别再延伸，期待你为却拱手让人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自拍滑头吗？好吧，最后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，观察日记，我们下次见吧。